听唔到声，大家好，哇，好美妙嘅音乐系嘛？喺呢个咁好听嘅音乐之下咧，我就开始我哋嘅琴日在黄昏。其实咧，我都忍唔住想唔讲嘢嘅，因为真系太好听呢个音乐，就系我哋 Karen 姐姐。咁咧呢首歌咧系最近好 hit 嘅，系一首好 hit 嘅流行歌吓。咁我想问下大家知唔知呢首咩歌啊？在这首歌的歌名和这么好听的音乐之下呢，就来到我们琴日在黄昏，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礼拜五的六点半至八点半，我们的音乐聚会。听完这首歌先。哇，我们给点掌声啊 Karen 姐姐先。请 Karen 姐姐介绍一下呢首歌啦，不如，咁你有个麦。嗱，我讲少少先，我知道呢首歌嘅歌名，呢首歌名同埋啲歌词咧，就系非常之特别嘅。亦都我听到你呢首歌嘅时候，让我谂起一啲嘢，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睇下有冇小朋友或者家长知道呢首歌嘅歌名啊？嗱，有冇啊？你知道系嘛？叫咩名呢首歌？对，对不对啊？啱喎，好犀利啊！呢位家長，咁呢排咧，因為我都聽過呢首歌，咁我就哼過下嘅。咁啊，歌詞咧，我大概都知道少少，但係有一句咧，真係好啱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喎。因為呢首歌啊，這世界有那麼多人是嘛？呢個世界上有咁多人係嘛 ？Karen 姐姐，咁多人我哋都可以識得聚埋喺一齊喎。呢個真係好啱我哋呢個聚會啊！真係我哋咧，真係好有緣分啦。喺世界上咁多人，我哋點解會喺逢星期五？又唔係逢星期五，每個月嘅第二、第四個星期。係啦，大家小朋友記唔記得啊？記唔記得呢個時間啊？每個月幾時啊？第二個和第四個是的，是每一個月每一個月風雨不改，除非有特別的情況，否則我們都是會遇上的。是每個月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五六點半至八點鐘，我們在這裡還跟大家見面。這個活動叫什麼名字？有沒有朋友知道？我們現在來做什麼呢？有沒有小朋友出來說？我們這個是什麼活動來的？剛才聽了 Karen 姐姐彈一首歌這麼好聽，那個歌名叫做《世界那麼多人》，那麼多人做什麼呢？有沒有朋友可以自己發揮一下？世界上當然有很多人的啦，跟著做什麼？那個歌詞就很有趣的，他說世界上那麼多人，但是呢就有一個我們，我們都適合我們的，有個我們大家，是吧？那我們在這裡聚在一起呢，就分享我們喜歡的音樂，我們彈過的音樂跟大家一起分享。甚至呢，我們這個平台呢，就最主要都是讓大家鍛鍊一下自己的彈琴的技巧和那種勇敢啦，是不是？那還有呢，就給一個動力，大家在家多點練琴的，是不是？是的。那我們現在講了這麼多，剛才 Karen 姐姐彈得這麼好聽，雖然我們都很想再聽的，那陣間可以請 Karen 姐姐再彈給我們聽的。現在呢，我就想請小朋友跟我們分享一下先啦，好不好？誰個朋友舉手彈一首給我們聽一下？咦，好勇敢喔，這位朋友，有請。我要一起唱。哦，一起先的，好啊。兩位都是朋友還是姊妹啊？朋友都可以姊妹的，雖然不是親生都是好姊妹，是不是？好啊，介紹一下自己先。好啊，你叫什麼名字？我叫關貝林。我認識得你的關貝林，這個世界上這麼多人我都認識你，都挺厲害的。我叫唐子柔。唐子柔和關貝林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好到好像姊妹那麼好的。每一次呢，他們兩個都一起來，而且喜歡一起彈一起出來，你幫我打氣我幫你打氣這樣的，我說得對不對？有沒有錯啊？沒錯。 OK， 多謝你讚我沒錯啊，多謝曬。好，那現在我想又請關貝林彈先，好不好啊？佢先啊，好嘅，好嘅，好嘅，好。咁啊，你帶佢嚟先，定你佢帶你嚟依度玩先噶？啊，所以你好好啊，你好有個風度啊，讓佢彈先嗬。好，好，你俾啲掌聲啊，子柔係咪啊？我哋鼓個。
哇，这首叫做《我的太阳》哦，犀利犀利，掌声鼓励一下先，唔该晒。好，又请关佩林。多謝曬，頭先個攝影哥哥好想同你影張相，唔怕，我哋而家補翻嚟呢度，企呢度。Take the picture, thank you。嗱，唔好行開住嚇，唔該曬 ，thank you。嗱，今日咧，你見到啲係咪有啲禮物啊？大家係咪見到有禮物啊？點解今日有禮物？雖然我哋每一次琴日再黃昏咧都有啲小禮物送俾大家嘅，咁但係今日咧就有啲特別嘅日子嘅慶祝特別嘅日子嘅。唔知道有冇朋友知道今日我哋準備慶祝嘅係咩咧？哇！好多小朋友舉手喎，嗱，知道嘅朋友出嚟講一講好嗎？有請。知道嘅我哋一齊講，睇下冇一齊講嘅都係啱嘅先。我過嚟呢邊。好，咁我哋一齐讲下嗱，我哋一二三，睇下有冇讲得好准咁一二三。我哋嗱，我问个问题先吓。今日我哋琴日在黄昏咧，就庆祝一个特别嘅节日。嗰个节日咧就未嚟嘅，差唔多到嘅，喺呢个四月份嘅。咁样呢个系咩节日咧？一二三，复活节。哇，好嘢喎，全部都答啱晒喎。好啦，嗱，第一个问题系答啱咗咯。咁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啊 ，Karen 姐姐问啦。是啊，你問吧，有沒有問題問啊？復活節要做什麼的？復活節，是不是太難這個問題？這個難一點，我們問個容易一點的，因為復活節做什麼呢？很多事情做的，隨便你做什麼都可以，其實問一個很容易答的。那你節日，我們現在今天慶祝未到的節日叫復活節，那復活節又未到，有沒有朋友知道幾時是復活節啊？幾時啊？幾多號啊？你講係四月十五號，你咧？佢講得啱唔啱啊？佢講得啱唔啱啊？四月十五號。你咧？你有知唔知啊？佢哋兩個邊個啱啊？你咧？你咧 ？OK， 而家有兩位朋友咧就答咗，一個咧就四月十五，一個係四月十七，三位朋友就冇出到聲。咁我哋好啦，我哋當你一個講四月十七，一個四月十五。咁我哋邊個啱啊？嗱 ，Karen 姐姐，你做裁判咧？我做裁判啊！係啊，我都係啱先上網查。哇！你咁老實嘅，你真係老實啦。哦，其實你咧就好醒目嘅，唔係老實，醒目加老實，一早咧就係查定先，估到我問呢個問題係咪咁啊？咁啊係四月十七號係啱嘅，係啦，四月十七號，冇錯啦。咁我哋四月十七號咧，我哋就有復活節啦。復活節就好，而家流行咗復活節咧，就係、是、其實復活節嘅來由有冇朋友知咧？我咧都唔係太清楚，不過我知道少少咧，就係、是、當時咧耶穌即係帶罪咁樣幫人哋擔咗好多罪啦，咁啊死咗啦，咁啊四月十七號就復活喎，咁啊所以唯一紀念佢咧就所以有一個復活節啦，好冇？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就社會就好中意喺個復活節裏邊咧就食復活蛋係咪啊？咁今日咧我哋有冇復活蛋送啊？你大家估下啊？你知道有啊？佢望到啦已經。哦，已經見到啦，係啦，今日咧我哋會送每人兩隻復活蛋。
好唔好咧？開唔開心咧？好，咁我哋先翻翻位先，我哋影張相先，然之後咪先影張相先。咪影咗相未啊？家長有冇想影相噶？因為呢五位朋友好勇敢喎，出嚟答咗咩叫復活節？唔係我哋慶祝嘅復活節。哦，咁你先翻翻位先嚇。OK。好啦，咁我哋再講一次咧，就係今日咧，我哋琴約在黃昏咧，就係每一個星期五，唔係逢每個月第二、第四個禮拜五咧，就琴約在黃昏啦。今日係第二個禮拜五，係咪？咁喺呢個第二個禮拜五，四月嘅時候咧，我哋就慶祝復活節。復活節嘅日期係4月17日，唔緊要，我哋就喺度先開心下先。咁啊，頭先有兩位朋友彈咗琴俾我哋聽，真係好好聽喎。一個就我的太陽，一首我就唔記得啦。Anyway， 邊位朋友跟住接住嚟彈俾我哋聽啊？你是不是 OK， 有请你。OK， 刚才那两位朋友忘记送礼物，哎呀，真是忘记了，顾着说话。好，你可以选两只复活蛋的，你自己选吧。Karen 姐姐给他们选，有不同颜色的，你出来这里选吧，出来这里选，出来这里选。是，出来这里选。有些不同颜色的，是不是？你可以自己选的。弹完琴的朋友，我们会给两个复活蛋，两只，每人可以拿两只的。OK?每人可以兩隻，然之後咧，一人一份禮物 ，OK？ 禮物仔，嗱就唔好拆住嚇，翻屋企先拆，好冇？翻屋企同屋企人或者同朋友一齊分享喎。好啦，送出咗兩份禮物啦，咁有請呢位朋友。啊，我估下你叫咩名先？咩千話？情千咩嘢情千啊？許情千，哇！我都有少少記性嘅。許情千，今日你最早嚟喎，又好靚喎。咁頭先答問題你都答到咯，係咪啊？答到慶祝復活節喎，嚇！咁你記住，下次咧人哋問你復活節係幾號啊？咁你記唔記得？4月17日。哇！好叻女啊！好，你咁叻，咁啊問你一個問題，你今年幾多歲啊？6歲半。啊，好犀利啊！6歲半咋，好咁啊！6歲半嘅晴千，咁啊，同我哋分享一首歌，好冇？有冇谱噶？唔使噶。手上攞住啲嘢喎，收埋咗啲乜嘢啊？收埋嘅点解？哦，你唔使收埋喎，我见到好靓啊！不如攞出嚟俾大家分享下咧。分享下，1、2、3嘅，哇，好靓！哇，呢个系咩？好重啊，系你嘅奖啊？睇下先，好犀利啊！攞到个咩奖啊？呢個係幾時比賽嘅獎係咪啊？你揸住先，係咪最近呢一個？大家分享下。嗱，我哋呢度真係好好嘅，有朋友咧喺音樂上邊或者係學業上邊有好特出色嘅表現咧，都可以嚟同我哋分享嘅喎。咁好似許晴千係嘛？咁啊咁叻女啦，咁啊有個咁靚嘅獎，其實呢個獎咧係好重啊，我都覺得重嘅真係，你好犀利啊，好重啊！咁啦，攞住好冇？咁啊，你我影張相先。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个奖点得嚟噶？比赛。比咩赛咧？音乐啊，定系学业啊，定咩噶？音乐。弹琴系咪啊？嗯，你弹啲咩歌啊？系咪一阵间去分享俾我哋听噶？哇，真系啊！咁你呢个奖系第几名啊？一。好犀利喎，冠军啊！哦，我哋俾啲掌声许晴千。咁许晴千咧就话会分享佢得到呢个奖嘅冠军嘅呢首歌。咁我哋好期待啊 ！OK， 有請，有請，我幫你揸住先，揸住先嚇，俾大家睇下，掌聲鼓勵下添，唔該。哇！許晴千真係犀利喎，呢個你嘅係得獎歌曲。咁你知唔知呢首得獎歌曲叫咩名咧？五九九。
599裡面的一個練習曲來的，一個599，好厲害啊，是吧？這個六歲的小朋友呢，其實你不要以為你六歲，你知不知道你是我師姐來的，我要叫聲你姐姐，因為我學琴剛剛學了也有半年的了，你拿了獎，我真的很開心，希望有一天，我沒有六歲半，十六歲半拿獎了。好，多謝你先啊，許晴先送個禮物先。嗱，你揸住自己嘅獎狀先，唔好跌到喎。呢個獎狀好重啊。然之後咧，俾個禮物，呢個咧，好唔好？再揀兩個兩隻蛋，要唔要放低先啊？好，嗱，咁多禮物不如影張相啦，叫媽咪。多謝你嚇，慢慢行啊，唔好跌到啊，個獎狀好重啊。好，咁有邊位朋友想而家彈嘅咧？呢位朋友係咪彈琴噶？呢位大哥哥咧，我第一次見好似，定係嚟過啊？上次都有。上次嚟過，哎呀，sorry 啊！但我見到咧，戴大哥哥咧好認真咁坐喺度聽住小朋友彈琴，咁咧我就覺得咧佢都幾早嚟嘅喎，所以咧我好想睇下你係咪嚟行彈琴嘅，原來真係，哦，我醒翻起啦，真係上次嚟彈過嘅，係啊係啊係啊，係你嘅學生嚟嘅，哇，係 Karen 姐姐嘅高徒啊，好犀利啊，恭喜你啊，有咁嘅好嘅老師啊，咁好嘅學生喎，好嘅學生，好努力嘅，係好努力嘅，日日都練琴，係咁你又係我嘅師兄喎，咁啊再介紹下自己咧，你叫咩名啊 ，Karen 姐？我叫陳晴。陳晴哥哥，是啊，我們這位哥哥這麼大個，是不是最近才學琴的呢？學了四五年。嗯，即都是，不是那麼小，不是好像他們那麼小，即都大一點點，中學先，中學或者畢了業才學，是嗎？因為我不知道你現在看到他都在讀書，好像，還在做事啊？剛剛讀完。學習是永無止境的。是啦，嗱，這個哥哥陳晴哥哥真的說得很對啊，我們做什麼應該做的學的東西，尤其是學的東西永遠都是不會遲的，好像我這樣，雖然我今年不是六歲半，大概是二十六歲半、三十六歲半都差不多了，都不會遲，現在才學琴 Never too late， 好不好？所以媽媽們都可以學的，好不好？媽媽們都可以學，我們歡迎家長可以來這裡彈的，跟小朋友一起四手聯彈，只有自己獨奏都沒問題的，就可以我陳晴哥哥這樣，畢了業四五年前，應該畢了業了吧？剛畢業即未畢業啦，即佢唔係好細個，唔係六七歲開始學啦，即中學畢業嘅時候先開始學，真係好好啦，這個音樂咧係幾時學都得，唔係音樂，乜都係。我都是踢波都是，只要你喜歡學的東西，幾時都可以學的，不要緊的。那我們這個平台也是給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家練習和你在鍛鍊你那種放鬆彈琴，其實很害怕的。我上一次彈超級害怕，我今天都會彈的，我看看今次會不會好一點啊 Karen 姐姐，期待你今天彈的。好啊，我們給你掌聲，陳晴哥哥。Thank you.
哇，聽出耳油啊，真係好犀利啊！陳晴哥哥，咁你而家咧要應承我咩咧？應承我每一節琴日黃昏你都要嚟先得啦，你係我哋嘅台柱噶啦，你做大哥哥啦嘛，得唔得先？最多咁啦，盡量啦，有時間就嚟啦，係嘛？咁好聽嘅音樂彈得咁好聽，多啲同我哋分享，同埋多啲練習咧，你考試保證。好高分嘅，都準備考啊！係啊，係咪啊 ，Karen 姐姐？雖然咧，我係師妹嚟嘅，咁咪冇發言權嘅本來，不過唔怕啦，呢個係應該咁做嘅。我哋揸緊機會練習，係嘛，陳晴哥哥，好啊！咁你咁大個，我唔送嗰啲復活蛋俾你得唔得啫？留翻俾啲 walk in 嘅朋友好唔好啊 ？OK， 嗱，如果你中意都可以攞兩粒嘅，俾下你。有冇細佬妹啊？哦，咁啊算啦，留翻呢個機會俾下我哋一陣咧，睇下邊個特別好啊，獎多一粒俾佢哋，好唔好啊？好多謝曬陳晴哥哥，多謝你，多謝曬。咁啊呢位哥哥咧，咁犀利嘅哥哥咧，咁啊示範咗俾我哋聽咧，佢就一日咧，我頭先偷偷地啊問咗 Karen 老師咧，佢話：哇，佢點解四年學到咁好咧？原來啊，一日練成兩個鐘頭以上啊，犀利啊！勁啊！成日嚟講抽時間練，抽咁冇可能啊！我咧每一日半個鐘我都唔得，一個星期半個鐘我可以嘅，一個星期都好過冇，真係好慚愧。係啦，咁我哋聽咗陳晴哥哥咁好聽嘅音樂咧，我係想請一位好美麗嘅小女孩咧，咁啊佢啊我哋有睇住佢大咗好多年嘅，見到佢咁咧就越嚟越靚女喎。咁啊一陣間咧佢又話去跳舞啊，唔知幾時又跳舞比賽啊，咁佢就好忙嘅，咁所以我。有請佢先表演俾我哋睇，就係 Sunny 啊，好忙啊！佢抽時間嚟我哋嗰度咧，又要講下一場噶啦，係咪啊 ，Sunny？ 嗯，係啊。咁你今日咧準備分享咩歌俾我哋聽咧？六級小奏鳴曲。小奏鳴曲，哇，好聽喎、啊！好啦，多謝曬你先，我俾啲掌聲 ，Sunny， 有請。Thank you.
哇，真係好好聽啊！唔見咗兩個星期咧，就進步咁大喎！呢首歌好好聽啊，呢首小奏鳴曲係咪啊？都好長喎，好難喎！哇，睇住Cindy開始學琴，咁啊幾年啫喎，好犀利喎！你都嚇，今年幾多歲啊？同大家分享下。九歲啊！真係彈到咁好聽嘅歌，真係好犀利啊！好，咁啊送翻份禮物俾你先，嗱呢份啦，好冇？這個銀色都襯你的，還有Taryn姐姐給Cindy選兩個蛋，復活蛋。好，你不要走著，因為你叫Cindy。有一位Cindy的小朋友呢，也都好，認識了很多年的，但我又很久沒見他，今天見到他，超級開心，有請這位Cindy仔。哇，高了這麼多的Cindy仔，我都不認得你了，拍一張照片好不好？訪問一下你先，你幾多歲嗰陣時幾多歲？問下你媽咪。三歲嘅時候嚟我哋琴日再黃昏，咁你家姐咧李永欣咧就超級叻嘅，係咪啊？有冇記錯未啊？超級叻嘅，又好高嘅，亦都攞好多獎噶。佢好似家姐有冇試過攞一年攞兩次兩個最高分啊？係啦，佢攞過全澳七級全澳門咧最高分嘅，佢媽咪唔係佢嘅姐姐，sorry 家姐嚇，sorry 家姐。嘅姐姐李永欣，咁你咧就三歲見到你好細個就嚟呢度咯喎，咁跟住姐姐你彈琴啦，咁你彈得都唔錯喎，我以為三歲唔彈得唔叻喎，一路彈就一路唱，我就記得。如果翻睇翻我哋琴在黃昏嗰啲錄影咧，你可以睇到自己三歲，有冇睇啊？得閒叫你媽咪俾你揾嚟睇下，好冇？哇！我已經唔認得你啦，新兒仔。OK， 咁今日咧你就咪先，我問你幾多歲先？而家好多年冇見你咯，你幾多歲？今年七歲。哇，七歲三歲，當然你五歲都有嚟嘅，係啊，有呢兩年少嚟咗啊，係啊，功課忙啊，係咪啊？咁你三歲開始學嘅嚟啦，咁好似五歲到先學琴嘅，而家起碼又學咗兩年啦。咁啊，睇下你彈啲咩歌俾我哋聽啊，知唔知歌名啊？唔知。嗯，唔知啊，唔緊要，我哋聽就得噶啦。Karen 姐姐會知嘅，俾啲掌聲，Sunny仔，多謝你，Sunny嚇。OK， 兩個 Sunny， 一個 Sunny 女，一個 Sunny 仔。多謝 Sunny 啊，進步好大喎，兩年唔見下又高咗，彈琴又好聽咗。咁啊，當時咧五歲到啦，係咪啊？係咪啊？五歲到咧就開始學啲好簡單嘅，但係你咧好勇敢嘅喎，時不時咧就唔即係一講就出嚟嘅，甚至你記唔記得咧，成日同我哋做指揮嘅。其他朋友彈咧，佢就出嚟指揮嘅，指得好有型嘅喎，記唔記得啊你？哇，唔記得啦。OK， 嗱，唔記得唔緊要，呢個一個非常之好嘅俾你哋回憶嘅嘢，就係我哋琴約在黃昏咧，就係喺觀樂兒基金會嘅網站咧，每一次都可以翻睇翻嘅，現場有直播，翻屋企再睇之前嘅播放，睇翻十年前都得噶。其實我哋咧都差唔多十年噶啦，喺呢度仲可以呼籲下大家，同大家講下咧。觀樂兒基金會咧，今個月咧就係佢哋成立呢個觀樂兒基金會嘅十週年。好啦，咁樣咧，其實每一年咧，琴日在黃昏咧都會同觀樂兒基金會慶祝嘅，係咪，Sunny？記唔記得？你都唔記得，媽咪應該記得係咪啊？每一年我哋都會同觀樂兒基金會慶祝佢哋嘅週年慶嘅。咁佢哋嘅十週年即係我哋九週年。咁我哋嘅周年慶都差唔多噶啦，咁喺呢度同大家講咧，下一次嘅琴日在黃昏，即係四月嘅，唔係係四月第四個禮拜。第四個禮拜。係啊，咁啊，大家查下幾多號，我暫時就未知幾多號啊。四月嘅第四個禮拜咧，就係我哋慶祝觀樂兒基金會成立十
周年，咁到時大家著靚啲，好唔好啊？我哋有好多禮物送噶，係咪？到時咧練多啲好聽嘅歌同大家一齊分享，好唔好啊？咁我哋就celebration 佢哋嘅 birthday 啦，好唔好？第十個 10th anniversary， 好唔好？咁新年仔你應承會長得唔得？嚟得唔得啊？好，你咁乖，送翻下禮物俾你先。嗱，你揀邊個？揀一份嘅啫。是但揀一份，哦呢份，跟住 Karen 姐姐俾阿新兒仔揀兩枚復活蛋，可以攞多隻噶 ，OK 嚇、啊、兩隻嚇、啊，好好多謝曬你新兒仔嚇、啊，多謝曬，好，咁啊新兒仔咧真係好耐冇見我，我見到佢真係好開心啊，大個咗咁多，有邊位朋友準備想彈琴俾我哋聽咧？呢位好唔好啊？我見你頭先舉咗好多次噶啦，而啱啱放學啊？嗯，你同大家讲下你叫咩名啊？我叫谭欣月。谭欣月系咪谭欣月啊？系啊，诶，今次我听准咗啦，好犀利啊！谭欣月咧，啱啱放学，头先我哋问咧，我哋今日琴日在黄昏咧系庆祝乜嘢节日？你知唔知啊？复活节。嗯，好叻喎，系啦。咁啊，你咁叻咧，问多个问题先。你啊，知唔知道 ？Karen 姐姐问啦。兩個問題，第二個。第二個是復活節，今年的復活節是多少號啊？4月17號。哇，好犀利啊！一答就答到了，雖然你遲了少少嚟，都知道喎，好犀利啊！好，咁啊，而家咧，我哋有請你彈首歌俾我哋聽，好唔好 ？OK， 俾啲掌聲，唔該曬。好多謝曬你啊！咁樣咧，頭先你答咗咁準確嘅問題咧，梗係要獎噶啦。咁你揀一個禮物啦，嗰有唔同色嘅，你睇下揀呢個定揀嗰個。嗯，好啊，揀翻兩個復活蛋先，可以攞多一粒喎。啊，攞咗啦，我兩粒。OK， 多謝你嚇，影相啊，媽咪。多謝曬，下一位邊個？下一位係邊位朋友啊？後邊有個男仔喎、哦，不如你啦，好冇？因為我哋咧，趙主任等一陣，下個輪到你 ，OK？OK？、Okay? Okay, 呢位男仔，你嚟過噶啦，我記得你係咪啊？嚟過啦，嗬？你叫咩名啊？何俊欣。何俊欣。何俊欣。蔡俊欣。蔡俊欣。我冇講錯啊？蔡系咪姓蔡啊？蔡俊欣系嘛 ？OK， 多谢你啊！你好似唔系嚟好多次，你记唔记得自己嚟我哋琴日黄昏第几次啊？第三次。哇，你好犀利啊！记得第三次。如果你下年仲记得嚟咗几多次咧，就我俾个特别奖你。下年可能第30次咁样。如果你每一次咧都嚟咧，其实好容易数嘅，就将日历嗰度数咪得咯，系咪？其实咧，我系好想你每一次都嚟同我哋分享你准备咗嘅歌，好唔好？系咪啊？好 OK。系啊，咁啊呢个平台咧就系俾大家嚟练习表演嘅，所以你喺屋企咧系要练习咗先。就呢、這個唔係俾你練琴啊，係練習你哋表演嘅技巧啊，嗰種淡定啊，好冇？同埋分享俾大家聽下你彈得有幾好聽啊！咁所以咧就盡量抽啲時間喺屋企練，好冇？仲可以著靚靚咁，你就當呢個係其實都唔係當嘅，係真嘅。我哋有現場錄影咁樣咧，就
直情係表演嘅，好冇？好似你哋咁多位朋友著到好靚喎，好冇啊？好，給啲掌聲，蔡俊欣。好多謝曬蔡俊欣，唔好走住先喎。今日咧，你知道係咩活動嗬？慶祝咪琴日在黃昏嘅活動咯。我真係問嘅問題好傻係咪啊？係，但係咧，我哋今日慶祝乜嘢啊？復活節。係啦，咁復活節我哋一定要俾啲禮物仔嘅，係咪先？好嗱，送個禮物俾你先嗱，跟住同阿 Karen 姐姐嗰度咧揀翻兩個復活蛋先。好多謝你，多謝曬蔡俊欣同學。下一位就有請趙子林了，好不好？趙主任等了很久了，不停舉手，你等一陣好不好？等了很久了，因為呢可能呢你又諗住回家，快點回家溫習還是彈琴啊，還是等到我，哦，你剛剛來了，那你很著數，你打了籤了，你這麼老實的，是，我見你猛地舉手，好，不要緊，我以為你趕著回去做功課或者其他活動，穿著校服這樣。好，咁啊唔緊要啦，早啲欣賞你彈琴。如果有時間咧，我都俾大家咧彈第二彎嘅。如果邊個同朋友想再彈多一次咧，陣間喺呢度攞張表格咧就寫你個名，咁我哋可以再輪，好冇？咁啊，每一個人有一次嘅機會，起碼就彈你哋喜歡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嘅。好，我哋俾啲掌聲，趙子林，唔該。
哇，好犀利啊！你首歌可以背到咁长嘅，我系睇紧咧，应该超过五六分钟，止唔止啊？好犀利啊！咪住先，我想问下你咁长嘅歌，你又背到喎？你知唔知你头先弹嗰首歌叫咩歌咧？莫扎特奏鸣曲。犀利啊！莫扎特奏鸣曲。都知道自己彈咩歌，咁我咧就覺得趙子林真係一個榜樣嚟嘅，我哋要向佢學習。第一咧，佢就背譜，屋企有練琴嘅；第二咧，知道自己彈嘅咩歌，咁呢個幾好嘅，因為你知道個歌名，你可能會有啲歌嘅歷史，你可能會有心想知道嚇，慢慢就可以問下老師啦，係咪？或者自己 check 下啦咁樣。咁大個應該都識得自己 check 資料噶啦。咁啊，小朋友可以問下老師好冇？咁啊，趙子林等陣先，嗱，我送個禮物俾你。咁啊，攞翻兩個復活蛋啦！咁啊，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因為咧接近一係節日啦，同埋可能準備考試，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就要考試啊，翻去温習啊咁啦。我哋嚟個大合照先，好唔好啊？大合照之餘，我哋再繼續好唔好啊？有請所有嘅小朋友出嚟影張大合照先。有請所有嘅小朋友影張大合照出嚟，冇怕醜喎，冇怕醜嚇。OK， 企好少少。出曬嚟啊！一定要影到你個樣噶，企好少少嚇 ，OK。啊，新年仔嚟呢度咧，見到你個樣嘅。呢邊都過嚟呢度，後邊咧唔怕嘅。嗱，咁樣，咁啊睇下，如果你媽咪喺前面睇下，見唔到自己小朋友個樣咧，叫你褪一褪喎，好冇？嗱，褪一褪嚇，褪一褪，褪一褪，要見到個樣嘅，好冇？見唔見到呢個朋友啊？見到係嘛？見唔見到？見到啦！我哋望住鏡頭，咁啊講一聲，我哋Happy Easter 啦，好冇啊？然之後我哋就耶啦，好冇？咁啊，一二三 ，Happy Easter！ 我哋耶，望住鏡頭笑一耶，好，今日多謝曬啦嚇。咁啊，翻去位先。頭先接咗人攞咗禮物啦。咁啊，下一位朋友，邊位朋友要踴躍啲自告奮勇嘅，唔使我嗌嘅先。呢位朋友有請，你等一陣好冇？你等一陣嚇 ，OK。呢位朋友介紹下自己啦 ，Karen 姐姐問下啦。我叫葉慧君。葉慧君你好啊，葉慧君，今年幾多歲啊？八歲半。哇，你都長得好高啊嚇！好，平時有做好多運動係咪啊？嚇，咁啊一定唔一定做運動就好高嘅，但係做運動應該係有機會增高少少嘅。咁啊，彈琴都係運動嚟嘅喎，彈多啲琴，啲手手腳腳都長得快啲啊！好，係啊，會啊嚇，因為喐得多咧都會生得快啲噶嘛，咁啊多啲練琴咧就唔單止彈得好，仲會長得更加高，計數都特別叻嘅喎，聽講係咪啊？因為你兩邊手個腦不停諗嘢。想住啲譜，睇住啲譜，所以咧計數都有幫助嘅。咁啊，所以多啲練琴咯，好唔好啊？咁有請。多謝曬啊！我咧就記性好差，即刻就唔記得你叫咩名啊！再講一次，再講一次你嘅名。我叫葉慧君。多謝你，葉慧君，多謝嚇。好，送翻份禮物俾葉慧君先。嗱，呢個小禮物。咁啊，仲有兩個復活蛋咧，揀啦，仲可以攞多一隻嘅喎嚇。
一個就夠了。啊，咁我哋咧就可以攞兩隻有冇妹妹弟弟嗰啲啊，可以送俾佢噶嘛。攞多一個。哇！ Okay.好啦，咁啊多謝你，多謝你嚇。咁一陣間我哋留翻有剩嗰啲，俾啲最細個可以多一隻，好唔好啊？我哋養大養細啊嘛，媽媽係咪咁教嘅？多謝葉偉君，多謝你，多謝曬。好，呢位朋友頭先舉咗手嘅呢位朋友係咪啊？有請。嗯，好靚喎。好，你今日又係嚟表演嘅，我知道你咧咁靚女，著到好，你介紹下自己先啦。咦，你好似有個妹妹定姐姐㗎？我呢個妹妹，不如姐姐一齊出嚟啊！哇，你哋真係而家嚟表演，同埋好似去跳舞咁，好靚。O K， 係啊，每一次都咁悉心打扮噶。你多謝你媽咪啊，係啊。嗱，其實咧，我哋都好鼓勵小朋友打扮靚啲。咁呢個儀式感咧，就令到你上台咧係特別，即係有嗰種表演嗰種激情出嚟嘅。我相信係咁咯嚇。咁啊，而且咧，我哋係現場直播嘅。咁除咗你現場可以睇到之外咧，係翻屋企再重温都可以。咁所以咧，著靚靚，彈好啲，美好嘅回憶喎，好冇 ？OK， 多謝曬。好，介紹下姐姐叫咩名先？張興。張興賢。張妹妹咧？我叫張嘉林。張嘉林，張興賢，哇，好開心啊！你媽咪咧有兩個。小朋友咁可愛，好，今日邊位彈先呢？你彈先啊？咁明明妹妹舉手先喎，家姐都舉手。OK， 家姐彈先，因為家姐做個好榜樣係啱嘅。平時屋企梗係家姐咧，就先好勤力咁跟住帶住妹妹，係咪啊？好，俾啲掌聲，莊興林啊，莊興賢，莊興賢，sorry。哇！俾啲掌聲鼓勵下先，彈得相當之好啊，姐姐！呢個榜樣做得好好，好到妹妹啦。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妹妹啦，唔該曬。好精神啊，彈得好好啊，好多謝你哋，好咁啊，我哋各自咧就唔同顏色，好啊，好冇？今日呢個活動咧，琴日在雲芬呢個活動咧，係除咗我哋琴日係為咗音樂嘅呢個平台咧之外，仲今日特別係慶祝乜嘢啊？復活節。嗯，好叻女啊，好送翻個復活節嘅小禮物俾你哋嚇，嗱，咪住先，揸住好。好啦 ，Karen 姐姐俾佢哋揀個蛋啦，一人可以攞兩隻噶。好，係啦，咁啊，翻屋企先拆喎。嗱，呢個哥哥要同你哋影張相，我望住呢個哥哥先。
哇，多謝曬呢位哥哥喎 ，Thank you so much， 唔該曬啊！個哥哥咧真係好啊，同我哋影到咁多靚相喎。咁我哋今日咧就慶祝復活節咧，咁啊當然咧就復活蛋啦。咁啊呢個係我哋嘅主題，復活節嘅主題，唔係我哋嘅主題 ，sorry。好，咁啊仲有邊位朋友想彈嘅咧？嗱，我咧手頭上咧收到一啲彈第二彎嘅朋友，第一彎嘅仲有呢位朋友未彈，有請你。你真係勇敢喎、啊！你咁犀利嘅，我未叫你就已經行出嚟啦。介紹下自己先，你叫咩名啊？我係關成恩。江成恩啊？關成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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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你好似都好細個下啫喎，你幾多歲啊？5歲半。啊，我都估中啦，應該係讀緊 kindergarten 啊，係咪啊？高班嘅係咪啊？好犀利喎！五歲半就攞住識睇琴譜。咁勇敢行出嚟啊！你好叻仔啊，耶，系啦，咁咧你咁叻，我又要考下你喎。你咁叻，我要考下你先。我哋琴約在黃昏咧，呢個活音樂嘅活動咧，今日咧除咗同大家分享音樂咧，仲係同時係慶祝緊咧嚟緊一個下一個星期嘅一個乜嘢節日咧？雖然五歲半，我都要考下你嘅。復活節。哇，好犀利啊！五歲半都識答，真係犀利，叻仔。好，你咁乖咧，陣間俾個禮物你。而家你要送個禮物俾我先，不過死啦，送咩禮物咧？佢話送首歌俾我聽得唔得啊？好，你彈緊咩歌啊？準備睇下咩鐘話？哇，好犀利啊！古老大鐘喎、啊，好，俾啲掌聲呢位五歲半嘅朋友，好勇敢啊！犀利啊！哇！呢位關小朋友係咪啊？係咪姓關啊？嗱，我又唔識得你個名，我都 check 過下你今日報名嗰度，冇辦法知道你個名係關信乜嘢啊？關信恩哦，好啊，你個名好難寫喎、啊，寫得多你個名可能都係腦筋都會聰明啲嘅。彈咁五歲半彈首咁靚嘅歌，我又話俾你咩？嗱，呢一個咧復活蛋咧，裏邊有好多隻細細只嘅。咁我想咧送俾最細個嘅朋友，今日睇下你係咪最細個先？有冇朋友細過五歲半嘅？今日有嘅舉手。細過五歲半喎、哦，你7歲咯喎、哦！咁多小朋友爭住細個嘅，我都少過啫，我係5歲啫。好啦，原來咧呢度最細個係你嘅，送俾你好冇？你好勇敢啊！嗱，送呢個俾你。仲有喎，送呢個禮物俾你，好冇？仲有兩個大隻啲嘅復活蛋啊！因為你得五歲半咧，答到夠嘅問題真係好犀利啊！獎你下，攞兩個。OK， 多謝你嚇，多謝曬。我哋影張相，我哋咁多禮物嚟，我哋影張相叫哥哥，你揸住禮物，哇，咁多禮物嘅。OK， 你揸住本書，耶，咁多禮物嘅。
哦，你媽咪已經完啦。OK， 多謝曬關信恩。哇，呢個名咁難寫，我睇極都睇唔明點講嘅呢個名，好犀利啊！好，咁我哋第一彎嘅表演嘅朋友咧，基本上都完成。有邊位第一彎未彈過琴嘅，可唔可以舉手啊？誒，仲有一位朋友，有請呢位朋友。呢個係大姐姐啦，大少少啦嚇，因為咧你唔使驚喎，你係大姐姐咧。真係大姐姐，我都要叫聲你姐姐，因為咧我啱啱學琴冇幾耐，我相信你，咪先訪問下先，你學咗幾耐學琴啊？大概五年到。啊，真係我冇估中啦，我咧就大概五個月到嘅，所以你係我師姐嚟嘅，多謝你師姐今日嚟，帶啲咩歌俾我哋聽下？母親的歌。哇，好犀利啊！呢啲都係送俾媽媽嘅，係咪啊？係啊。係啊，送俾所有嘅媽媽，呢個係。呢首歌唔係我作嘅。我哋咧知道歌名就 OK 噶啦嚇，咁我哋都好希望朋友們咧彈琴咧，知道自己彈緊係咩歌，因為你知道個歌名咧，你都會知道首歌大概嘅意思。咁你彈嘅時候咧，嗰啲感情可以出嚟啊嘛，係咪？咁你係好叻女嘅，知道呢首歌叫歌名，知道自己彈緊乜嘢嚇。咁我咧就好似覺得你唔係好認得你個樣，你係咪誒嚟咗呢度玩冇幾耐嘅咋？係啊，我冇嚟過。今日第一次啊！哇，歡迎你啊！歡迎你啊！第一次啊！你第一次咧，嗱，你第一次咧，我哋就要話俾你聽，我哋呢度琴日再雲分係好玩嘅地方啦。如果你知道咗點解你會嚟，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喎。咁你點解會嚟咧？我鋼琴老師要我嚟咯。啊，鋼琴老師要你。嗱，你要多謝鋼琴老師。哦，唔係嘅，功課咧你有時間做嘅，嚇彈琴咧呢度咧除咗你彈琴咧都係當係都係做功課，呢個琴都有功課做噶嘛，咁啊嚟呢度做下功課啦。你嘅功課咧唔單止喺屋企練喎，嚟呢度都要係表演，表演都係功課嚟嘅，因為你下一次咧要再去真係表演嘅時候，同埋考試嘅時候你就好淡定啦嘛，係咪？咁啊翻去多謝琴你個琴老師，係啊，仲可以識好多新朋友啊。冇錯啦，你一陣間發現咧，你嘅老師真係啱，你叫我嚟真係好玩喎，希望聽到呢個答案嚇。咁啊你今年讀幾年班啊？四年班。四年班，你都好高啊！四年班幾多歲啊？九歲、十歲、十歲啊！嗱，幾好玩咧！我哋又可以答下問題，又可以傾下偈，又可以彈琴，好玩噶！你唔好啊，叫老師逼你啊，唔使逼嘅，我哋會主動要求你嘅，好唔好啊？俾啲掌聲呢位朋友，第一次嚟嘅。好，留步留步，唔好走住嚇。我哋第一次嚟呢度咧，頭先我都講咗好多嘢咯喎，但係漏咗一樣嘢，唔記得問你叫咩名，我介紹下自己。我叫陳庭俊。陳庭俊同學，你真係咧好玩嘅呢度，你唔使擔心，好玩嘅。好，你今日嚟到同我哋分享咗你嘅音樂啦，咁啊下一次咧你又準備多一首又得，彈翻呢首都得嘅喎，我哋喺。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禮拜五六點半至八點，好冇？希望下次見到你，好冇啊？咁今日咧，我哋就係慶祝呢個復活節嘅，咁啊送翻兩個復活節蛋俾你啦，同埋一份禮物。多謝你參與嚇，多謝曬。咁啊，你係我哋今日咧彈呢個分享你哋音樂嘅第一彎嘅最後一位朋友。咁啊，講真啦。
在座所有今天彈過琴的朋友都是我的師兄師姐來的，那我這個師妹呢都要努力一下，是不是啊 Karen 姐姐要不要啊？啊，老師，所以呢我都想抓緊機會鍛鍊一下，那我都想彈一首行不行呢？好啊，好啊，那我在這裡就獻醜一下先，我又可以學習一下，跟大家學習，跟我們的五歲半的朋友，首先六歲半的朋友都是我的師姐師兄，多謝你們，多謝了。因為我好驚，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啊？我這個呢雖然今年呢我就十五六歲而已，剛剛學習是師妹來的，剛剛學了五個月左右，都有五個月的了，真的很害怕，我真的手上真的不記得，其實 Karen 姐姐聽過我彈過，真的記得的，是嗎？是啊，完全記得的，當時現在上到台完全不記得，手又震心又跳，哇這個真的真的，我說話我不怕的，真的彈琴我很怕，拉小提琴也沒那麼害怕，彈這個鋼琴超級害怕，所以真的表演是需要練習的，真的的，我真的親身示範，我現在還在震緊。所以這個平台給我們小朋友很多機會去練習，是啊，所以我其實呢見到很多小朋友呢我真的很羨慕他們，而且他們很大膽的，那我呢就覺得自己呢真的要努力一下跟你們學習，所有的師兄師妹們我要向你們學習，希望下次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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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都每一次有進步，好不好？大家監察著我，多謝了。那我這一 OK 拜拜拜拜，咁我呢個示範咧就相當之係生動嘅，咁啊，所以咧嗱，我哋而家第二彎嘅可以報名嘅，有朋友報名咗 ，Karen 姐姐幫我幫我睇下邊位朋友第二彎報咗名嘅，咦，趙子林喎，係咪啊？有請趙子林。趙子林真的是我的師大大大大大師姐，哇，你第一又不怕，又彈得好，又記得一些譜，雖然剛才我試過一次，你來之前我就早點這樣來試一次，真的記得了，有證據，彈得挺自然，很有自信，哇，到我剛才彈完全都不記得了，空白彈錯了很多很多地方，我完全想不到怎麼彈的，所以是要練習的，師姐多謝多多指教，好不好？ OK， 我們給你掌聲，趙子林。
好，多謝曬趙子林嚇，多謝你，阿師姐。我呢個師妹咧，其實都要加油啊！咁啊，仲有一位師哥咧，我哋有請佢嘅喎嚇，師兄嚇，有請陳晴哥哥，佢都係想彈第二彎俾我哋聽嘅嚇，多謝你，陳晴哥哥。咁我手頭上咧仲有幾個朋友嘅，等一陣好冇 ？OK， 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陳哥哥。真係好好聽啊！陳晴哥哥，你彈啲琴咧咁好聽，學咗四年就咁有水平嘅。係啊，嗱，我哋呢個咧平台咧，除咗彈琴，仲有練習你嘅講嘢，因為我都要考下大家睇下講嘢反應識唔識答嘅喎，好冇？咁啊，如果你哋中意做下小主持，我都可以請你同我哋做一個主持嘅喎。如果有朋友想做，你可以報名嘅。下次咧，我哋喺群裏邊報名，邊個喺琴日黃昏做少少時間嘅小主持，我哋可以俾嘅，好冇？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鍛鍊下喎，由你企喺度揸住個麥講嘅喎，好冇啊？係啊，咁啊，多謝你啊，陳哥哥嚇，多謝曬。四年嘅學到咁好，真係好犀利啊嚇！係因為咧，你每日咧練上兩個鐘，有練好耐，好犀利啊！我要加油啊！你見到我頭先唔記得曬。好好慘啊！真係，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哋學習嚇，多謝曬，多謝曬，多謝你。好，咁我手頭上咧仲有兩張小朋友咧就填咗表㗎。Karen 姐姐睇下呢位朋友話想彈先喎。Sunny， 有請 Sunny 仔。Sunny 仔都要讚下你先得啦。
咁耐冇見咧，今次咧就幾大得彈翻首歌俾會長聽啊，係咪咧？當然咧就係啊，當然啦，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啊嘛。咁你今次咧又送首咩歌俾我哋聽啊？係咪叫我哋估咧？好，咁我哋一陣間睇下我哋估唔估到先。好，俾啲掌聲，新年仔，唔該曬。新年仔呢首歌咁好聽喎，彈得仲好聽過頭先。我覺得咧，你會唔會又係練咗一次之後咧，彈咗節之後咧，又好似定咗好多喎？真係今次彈得好好啊！咁知唔知自己彈呢首歌係叫咩歌啊？唔知。真係唔知啊 ，Karen 姐姐知唔知啊？係咪考試歌嚟㗎？你而家考幾多級啊？三級。咁犀利啊！哇，你七歲啫喎，係咪七歲啊？七歲就考三級啊！真係想唔叫聲你師兄都唔得喎。我唔知幾時可以考三級咧。多謝你啊，新年仔嚇，多謝曬。好，咁啊，新年仔咧就彈咗咁好聽啦。仲有一位朋友咧，仲想彈喎，就係呢位啦，許晴千。有請許晴千。嗱，許晴千咧，頭先咧係比較早嚟啊，嚇。剛才你聽到會長有彈琴啊，係咪嚟嗰陣時都彈得幾好啊？頭先係咪啊？咁點解頭先我啱啱彈彈到錯曬咧？即係咧我冇鍛鍊咯，所以我哋要多啲鍛鍊。咁你咧記住咯，同媽咪講下，每一個月嘅第二同第四嘅禮拜都要同媽咪講，我要去琴約，我要去琴約咁啊，好冇啊？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好，而家你彈第二首歌俾我哋聽，係咪你同一首歌啊？好犀利喎！你幾多歲話？六歲半啊，係咪啊？哇！呢位師姐真係唔簡單，六歲半啲個譜我都唔識睇，太深咯，好勁啊！好，俾啲掌聲，陳晴千，唔該曬。啊，許晴千 ，sorry， 許晴千 ，sorry 嚇。我哋呢度咪有位陳姓陳嘅陳晴天啊？陳晴係啱先嗰個。陳晴係哥哥。你彈邊首啊？呢首啊？首哦，燕子舞，好犀利啊！好難嘅呢首歌。唔好走住先嗱，留步留步嚇。許晴千小朋友嚇，六歲半嘅小朋友，你彈呢首咧就叫做《浏阳河》喎，好好聽喎。咁我記得咧上一次係咪同 Anson 哥哥及過啊？哇！你好犀利啊！你挑戰咗 Anson 哥哥嗱，喺度講一講 Anson 哥哥點解今日見唔到 Anson 哥哥？有朋友知啊？其實 Anson 哥哥咧就好多公務要做嘅，好多自己嘅要做嘢噶嘛，有工作嘅。咁我哋琴日在黃昏嘅所有嘅人員咧都係義工嚟嘅，我哋係唔做嘢，唔係唔做嘢，嗰日唔做嘢過嚟琴日在黃昏。咁但係 Anson 哥哥咧真係好忙嘅，所以今日咧佢有其他重要嘅嘢做，所以就 Karen 姐姐嚟代替啊 Anson 哥哥。Karen 姐姐彈琴咧
都好犀利噶，系啊，好犀利嘅。咁咧，晴天咧就挑战过 Anson 哥哥，我想问下你今日想唔想挑战下 Karen 姐姐啊？哇，真系想啊！我哋一於挑戰 Karen 姐姐，不過咧，你挑戰會長肯定冇可能嘅，會長肯定輸嘅，我唔制嘅。Karen 姐姐肯定會贏嘅，可能定係你贏咧？睇邊個一齊贏更加好聽？係啦，一齊夾，我哋不如四手聯彈下啦，好唔好啊 ？Karen 姐姐，好唔好啊？好，俾啲掌聲 ，Karen 姐姐同陳許晴天一齊彈呢個《浏阳河》。这个是考验来的，我们从来没及过的。我们昨天在黄昏就有这个即兴的活动，即兴随时想到怎样玩法都可以的，可以尝试的。哇！第一次啊，同阿 Karen 姐姐嘅合作都彈得好好嚇。咁啊，有朋友如果想挑戰 Karen 姐姐咧，咁下一次啦。我哋嘅琴日再黃昏都差唔多啦。我見到有位朋友咧，好耐冇見嘅，佢都嚟想彈喎。咁我哋俾佢彈埋之後咧，我哋琴日黃昏咧差唔多到八點。好多謝曬許晴千朋友。啊 ，Peter 哥哥係咪你想彈琴啊？有請 Peter 哥哥。咁呢位哥哥咧，其實咧佢喺我哋琴日再黃昏第一年咧，佢都嚟噶啦，時不時佢得閒咧就會嚟，佢要翻工啊，咁咪就嚟唔到啦。有時間佢都抽時間嚟嘅。咁咧，以我記得咧，佢好中意彈嗰啲咧電子音樂咁樣嘅，即係好似遊戲音樂咁嘅，係啊，啊抽象啲嘅嚇，現代啲嘅嚇。咁啊，我就唔知今日佢帶首咩歌俾我哋聽啦。咁啊，有請 Peter 哥哥，有請，俾啲掌聲啊！歡迎 Peter 哥哥，好耐冇見啦嚇 ，OK。
这个很特别的音乐、啊、在这个这么特别的音乐的背景的伴奏之下呢，那么随随那么迎来我们的琴约在黄昏的八点钟，这个是、结束的了。那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很多谢大家呢今天抽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庆祝这个复活节，是不是？是的。那还有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在接下来的四月的第四个礼拜五呢，我们就是庆祝观乐儿基金会十周年，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准时来六点半来到我们庆祝，着靓靓我们一起来庆祝观乐儿基金会十周年。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免费送给我们、搞这个活动的。今天呢很多谢大家来临，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拜拜拜拜。